上已经标记出来了资源分布集中的区域，可在队伍中的每一个人都会这几个地方资源种类多样，适合新手，建议船长在这里面挑选落点。滑动右侧屏幕，可以观察四周。左侧摇杆可以调整移动方向。前往建筑物或礁石附近可以快速搜索到物资。雷达图上的黄色区域标记了，点击这里就能打开建造界面。点击此处可进行船相关物品的快捷建造。点击此处可进行人相关物品的快捷升级。还在等什么？快试试新武器的威力。这样你可跑不快，为什么不试试收起武器呢？是时候出海了，船长。
钮，即可登录上岸。请留意文件，注意反击。去看看那倒霉家伙。打开盒子，尽情享受战利品吧。
点击这里，打开拾取列表。点击这里，打开小地图。